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向中央要财政要求嘛，哦，好，那这就是我们的收入。高雄现在做到，我们一定要做到啊，这个真的报告一下哈。第二项就是书面讲到说前年就签约的事情，啊，的确应该过去我们曾经过计算，故意的拖延，那让我们拨款，因为签约的甚至还办了半年才拨款，这是现在的错误，就是但是地位的这个。两位议员可能也有责任。